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再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德国的 Hexbug， 智能的纳米机械电子小宠物。然后呢，它是我们的 Seahorse， 也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海马啦。里面呢会附送我们小朋友一节这种电池，然后它是已经放在了我们的小玩具组当中。我们等会儿呢会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它上面显示着，如果我们轻轻敲击一下它的玻璃的话，那么我们的小海马呢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哎，很有趣哎，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哦，可以看到它的小翅膀会动。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这个透明的紫色非常可爱的一只小海马，在里面呢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个小小的构造。然后这边呢感觉像一个珊瑚礁，它应该是仿造我们的珊瑚的一个感觉，可以把我们的小海马呢放在我们的珊瑚上。然后我们的小海马呢，如果你不动的话呢，可以把它放在它的水里面，过了5分钟之后，它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如果你轻轻的敲击它的一个玻璃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小海马就会被你重新的唤醒。哎，很棒哎，我觉得它这个设计非常的好。我们在它电池用完了之后呢，还可以给它重新放入它的电池。我们可以把它轻轻地放进去，看到我们的小海马呢，是虽然有些小，然后觉得我们这个杯子可能有点小，但是没关系，它在这边轻轻地上下在这移动。
然后我们这边稍微的给他等了一下，5分钟之后，我们的小海马呢终于进入了睡眠状态。我现在呢想要来轻轻敲击一下我们的玻璃，然后看一下他会不会被我们的唤醒呢。可以看到后面我们的小海马已经睡着了。现在我们来轻轻的敲一敲，你好你好，快醒来，当当当啊，原来我是要非常这个声音非常的大，要敲的声音非常的大才可以。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来自于我们 Hexbug 这种专门做我们机械的小昆虫小动物的一个玩具商标。这次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海马，希望你能够喜欢，帮忙给我们频道一个订阅。我们的频道呢每天都会有新的视频的一个推出，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加以鼓励，或者是留下你们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